高速铁路彰化站区连外道路系统改善计划第一标工程，23日晚间在高铁新光大桥举行通车点灯仪式。高铁车站连外道，同时也是东彰快速道路的中段，可提升园林、社头及永进田中等城乡道路服务水准，促进地方观光产业与区域发展繁荣。彰化县政府为了能够打造我们彰南的新地标，我们把高铁新光大桥晚上的灯火把它点亮，我们制作了这个光雕，所以晚上我们行经这个高铁新光大桥，我们可以看到它五颜六色的灯光。那我们除了这样以外，我们为了让我们彰化县的高铁新光大桥跟高铁连结在一起，能够作为我们彰南整个观光旅游的一个景点。高铁彰化站连外道路第二标将在明年通车，完成东彰快速道路中段的建设，林厝交流道至彰化东外环的北段，以及田中经二水彰云大桥接南云交流道的南延段，也正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及规划，未来渴望疏解中山高速公路的车流。公益频道徐世昌社头采访报道。